不要借钱，你借钱。因为到早点，到我这边不出力，到老板他就会给你讲，就到我。你要说好，我这边出力，到他嘛，但是你这边变成一个怎么样？变成一个怎么样？老板，如果出力交一个钱，然后变成两倍以上。那车你不看，加点啊，不行。旋机非常漂亮。啊，我们旋机到现在哪里呢？我们先回吧，先回啊。这是我们的旋转。啊，把它有个旋转。现在在哪里？像我们那个徐会长，他的旋机完全没有在，一定要下来。来，哎，好。他是这样子开到。哎，你看着吧。他是这样子。哎。我们在招的。我这。那就是在练最早练习，就是在练习。